到器械，最基础的器械都更新，只是连最基本的消毒啊，消毒设备哈，也连续失修。我每次给病人要做那个医疗处置啊，就是做 procedure 做消毒啊，做那个换药啊那些等等，我们不是会给病人负担。我们其实很多那种消毒设备最基础的，当然每家医院最基础的东西啊，再看到说已经前一个病人的物资都无法消除，已经年久失修到这种地步了，但是医院还是把钱花在高端的部分，其实整个很恶性循环的。那我想哈、啊，那民间我们今天所看到很多的前辈，他都有很好的想法，但是问题是好像在决策部分，他们然后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我想说大家团结起来，我们应该发出去，这点很重要。那个其实后来我本来不知道，是有些科比跟我说，那个预防是没有钱，医疗钱，所以胃药没人做，那这个症状没人有钱。他说，开药以后，看病有钱，不是讲话没有钱，所以胃药也没有讲话，所以我们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正要拿出来一些公司性的，慢慢整理出来看看。然后最后请那个林师傅出来。我想因为生病到这里，坐下是因为上升这个情况。那我觉得科比之所以能够成功，它是因为有个首批。那今天的背景都很意识化，各自各有不同。那我觉得说，我有三点想要分享一下。第一个是说，因为我个人对医疗方式的要求是精于苛求，真的苛求，所以。三年前的思考这些医疗的医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自动把工作减半，很多问题也解决，不好的问题也解决，医疗品质的问题也解决，但是当然收入也是减半。那在去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制度就是一个练兵般的医疗品质，所以我就跟自己的朋友去追求我的天堂。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当然就是希望这样一个团体能够也有三个医疗的天堂三个医疗的情况下迈进。那第二个是面对医疗纠纷、医病之间的纠纷，刚其实有一位朋友在聊他的那个抽痰的问题，那之前也有那种放鼻胃管引起的纠纷。面对纠纷，有一个那个圣严法师说。我们面对很多事情是要面对它，处理它，然后放下它，然后接受它，放下它。但是问题是，医疗体系有没有去面对这些问题？医疗体系有没有去面对这些问题？为什么抽个痰会中风，到现在没有答案，对不对？那我们病家如何去接受它？如果去放下它，所以我可预见的是，将来医病之间的紧张一定是越来越大。那我觉得，我一直很想讲这个问题，是因为这可能有个答案，就是说，因为在憋气的时候，血量会上升到的地步，可能就中风。我想有可能是抽痰的过程中，有个叫做巴沙拉梅的人，有没有听过？就是这里有人在做中风训练的时候，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不要憋气。那有些人说做气功不好会引起血压上升，是因为憋气。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抽痰的过程中，可能是一些挣扎，可能是一憋气，血压一上升就中风。那我觉得医疗体系有太多太多问题要去面对。那第三个是个人变得过好的问题，因为医疗体系整个社会都是过好。那个父母亲都是过的，所以大家都喜欢吃饭。我觉得说，我们台湾要有一个好的数量。如果说今天大家听我提到说，35岁退休，那我44岁就退休，当然就说退休以后自己是接近退休的。但是日子过得更美好。那究竟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生活更美好，或者什么？还是什么更美好？所以我觉得这三点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虽然很多意识化，但是我觉得反而有些部分是越来越清楚。那就我们简单的这一次，让我们做一个结论。
来到这边吼，只有一个观念，你花的钱是别人带着的，还是你自己？你花自己带着的钱，一定很聪明。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就是最糟糕的问题，我们在花别人的钱，别人带着的钱，所以我们很笨、很蠢、很混账、很笨蛋。像我们的健保就是花别人带着的钱。我们的国家的体制能不能做到这样？常照也出来了，你以后国民年纪能不能亏损吗？不知道。那我们站在这里看，我们是在活自己的生命吗？不是。我们现在越年长，年岁越来越高，我们都不是为自己在活，我们常常是为家人在活，为小孩子在活。希望说啊，现在的生命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那回想起20年的健保，谁赚走这个钱？谁用掉这个钱？这很简单，你们自己都知道。哦，刚刚讲的这位年轻医师，为什么体制上面明明都有分级？级是谁级啊？级应该是问李登辉啊，第一届民选总统啊，李国鼎在那边。工会两三个人哦，江那个江东亮啊，还有杨志良在推，还没成熟嘛。你去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危害台湾20年。为什么这样子？中间的医院都不见了，财团医院，你想想看，当中你本来是谁最大？推过健保全球两个人，还有中间对，杨敏成是一，还有。王明国他们去干嘛？开采访医院，对不对？所以你去想想看，这些人啊，他们不是公民，政治跟法律，这位大哥说，服务他们的不是服务公民。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是公民的立场，我希望唤醒大家。今天不是一句话放下来就没事，我跟你讲，现在才是开始。怎么样去改变健保？你不看健保也能活，公民能活，民众能活，医生也能活。不要一直想花别人带着的钱。如果你花自己带着的钱，你一定很聪明，制度一定会越来越健康。哦，今天问题就在浪费，我们很多很多浪费，没有转诊专机浪费。我们小兵去看大医院，他逛大医院好几间这样看浪费。我们真的需要的时候，钱已经浪费掉，我们回不来，要不回。我们今天你防我，我防你，为什么？我们就是防自己，自己做出来。今天当然是有一些始作俑者，我们是批评他。我们也希望说，领导人、管理者要付出一个对社会、对公民的一个责任。哦，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谢谢。我们这件事情都是公民医师、公民医师还有病友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继续运作下去。我们要加持，我们觉得我们这件事情是做得值得的，你们要去救命我们的。那我们可以跟政治事务跟李杰这边在积极的在联系，那我们在路上国家推动。那另外呢是沙水愿意来支持我们的话，我们这边有希望把书带走，把书带走，义卖也是我们的。这些我希望，我们今天是办第二场，那我们希望继续办下去。那也希望更多的参与的你能够来一起构思一些议题，来讨论啊，慢慢的去教，然后希望在明年选好有新的立法院的时候，有更多的影响力。就活动就到这边，谢谢大家。100块都没有关系，随意哦。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公民的一个意识带回去。请大家踊跃谢谢。
是想法，我是一个研究建房，建房，建房，建房的人，我是研究建房方式的。哦，我是公职医师，可是我提早退休，我应该是要去做这个工作，是我没有去。感谢。我应该是我应该是一楼的，只是因为液晶宽太费，手机全力跟责任，我们这个责任从哪里来？